我是一名质保无人机飞手，从事质保作业已经有半年时间。我的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南瓜和玉米打药。以前我就很关注质保无人机，但是学习飞行和操控很困难，需要很小心的去飞行。在试用了 MGES 以后，我发现这是一台很智能的质保无人机，它让作业变得更简单。每次作业前，拿着遥控器绕着农田走一圈，就能直接规划好航线。下次作业时直接调用数据就可以了。设置好喷洒参数和